今天做了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蛋挞，成本还不到1块钱，味道不输买来的。碗里打3个鸡蛋，1勺糖，搅拌搅拌，200毫升纯牛奶，充分搅匀后再过筛一遍。准备蛋挞的皮，倒入蛋液8分满，烤箱200度20分钟，金黄酥脆，奶香味十足。